中国香港游泳队选手杜敬谦3月19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训练期间猝死，终年26岁。4月6日，杜敬谦追思会在香港体育学院举行，现场用白色鲜花布置，配以柔和灯光，中间位置摆放杜敬谦的遗照，大屏幕播放杜敬谦生前比赛及生活照片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、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等多人致送了花牌。杜敬谦的父母杜安礼夫妇、杜敬谦的女朋友邝佳怡接待前来悼念的亲朋好友，许多人在场止不住的哭泣。会场外设吊唁册供出席者签名，吊唁册旁边放有多张杜敬谦生前照片以及吊唁卡片，还配有一幅杜敬谦手工画像，展现他生前标志性的暖男笑容。大多数出席者身穿黑衣，排队写下悼念的字句。杜敬谦生前已被评为2018年香港杰出运动员，但他突然离世。3月的颁奖礼上，他的奖项尤其教练陈建宏代为接受。陈建宏接受采访时多次哽咽，表示沉痛惋惜。未到场的著名运动员孙杨也向他表达了对好友杜敬谦离世的悲痛。陈建宏认为杜敬谦是香港难得的体育健将，他灿烂的笑容和积极乐观的态度会永留人间。真是一个运动员的典范，他无论从生活、从训练、从比赛的态度，好难见到有这么好的运动员。从他身上，我会看到好多好优秀的品质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因为他对自己的梦想的追求的我哋成日喺一齐傾偈，傾得最多嘅係點樣係完成嗰個奧運夢。香港业余游泳总会会长王敏超表示，杜敬谦的遗体已运抵澳大利亚，死亡原因还在调查。他表示将建议香港队医生未来在运动员的身体检查中做更多工作。王敏超认为，虽然杜敬谦个子稍矮，但和世界冠军成绩差异很小。是香港泳队争取奥运冠军的种子选手，他的离世是香港体坛的重大损失。以他身材不是算下游泳运动员一流，但是呢他拿到这样成绩呢，其实大家都公认呢，如果他的身材和比赛教授好一点呢，他是世界冠军来的。所以真的很可惜，但是呢他留即是这样突然间离开我们，就留给我们一个很怎么说，是就是一种打击，但同时一种激励我们的运动员会更加努力去游为香港攞成绩。原为澳大利亚华人的杜敬谦被称为中国香港队入籍飞鱼，强项是100米自由泳及200米混合泳。2017年杜敬谦开始加入中国香港游泳队，当年和孙杨组建浙港队参加第13届全运会，获得4x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银牌，这也是香港泳队全运会首枚银牌。杜敬谦2018年又参加印尼亚运会，他入籍短短一年多，已经刷新16项香港游泳纪录。